这位之前点了一波小洛，小洛有点吃不消啊，这个直接上了，一星控的很好，连波击飞，这波小九直接倒，另外那边长生被刺成飞了，救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，又断大了吗？没断，但是也是被直接带走，被控死了，16分22秒，点击让我们重启成堆一起超完会，3-1拿下，3-1战胜杭州 LGD， 专业，拿到了，你的露娜已成过往。好吧，廉颇直接砸，一星封住了，孙策一传，守约直接融化，露娜在人群当中只能逮着长生欺负，露娜很难受，露娜连长生都没杀掉，废物，你连个一星最后都杀不掉了，是真难受。好吧，恭喜 AG 再次拿下。啊，这个其实老干爹打的有问题了， AG 这把能赢老干爹也过于抽象了。虽然我觉得 AG 后期比老干爹强，但老干爹这个被抓的确实有点过于抽象。这波蒙恬，蒙恬现在就没白了，我直接冲脸，直接开盾，撞进去了，大斯兵一座小九直接被打掉。正面的高地，露娜再飞飞长生，长生没有倒，一诺转身，四秒马上点完，就点你露娜，龙往里走，又是翻盘局，没到十分钟，让我们恭喜 AG。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，3-1战胜杭州 LGD NBW， 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分。这一分很重要啊，就是、兄弟们，这一分非常重要。在侧面卡着位，之前点了一波小洛，小洛扛不住了呀！完了，冲上来了，火舞倒，没事，这波露娜侧面往侧面飘，飘长生。正面的高地，露娜再飞飞长生，长生没有倒，一动转身回去四秒挂上点完。哎呀，这不要玩露娜。真的丢人，这把每到十分钟稀烂，这个露娜背锅。成都 AG 超晚会3-1战胜，这把露娜真的是背大锅，真的一点不过分。关键的第三分，远方先说有点爆炸，连波再给人再砸起两个，大师兵只要再大招一座，监狱回城给个花里山看赤城，要秀先打出城，这是一个明刀司命，露娜被嘎了，要 AG 赢了。下三波断大，露娜葬送好局啊 ！LGD 啊！波小洛，小洛有点吃不消啊！这个远方的伤害，正面吃了一炮，守约居然又撞进去了。大四兵一座小九直接被打掉，正面的高地，露娜再被长生长生没有倒，一诺转身回去四秒挂上，点完就点你露娜。龙往里走，又是翻盘局，每到十分钟局面就倒转，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，3-1战胜杭州 LGD NBW， 拿到了卡着位，稳一点。但蒙恬，蒙恬真的有点扛不住伤害，带框，哇！又撞进去了，大四兵，我守约被秒了，露娜能秀吗？露娜再飞飞长生，长生飞一下，转身回去四秒，飞一下，哇！秒没了，龙往里走，又是翻盘。局每到十分钟局面就倒转，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-1战胜杭州 LGD NBW， 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分。这就是每把前面都优势，每把都被一对翻盘。小九说话了，小洛顶不住啊，小洛顶不住。哎，小九怎么自己进圈了？换了火甲，小九怎么自己进圈了？小九。真 C 不了啊，小九。看一下 CC 扛不住啊，死了，有大不敢飞啊。一波了一波，又翻了，妈呀，怎么？这老干爹自己的问题啊。小九这波也是送了，小九刚才在圈外面，然后走回来，走到圈里面，然后真正看到你进圈，直接开了结束。